对，肉馅还挺香的，鸡肉还挺大块的，一点点咖喱的味道，比三明治的甜多了。火锅底料的味道，它是一个发面馒头，会有很甜的预感。美国北猪肉哈的好吃，枣的含量没有很多，这应该是我吃过最难吃的粘豆包了。金天红，你好好卖你的炸糕吧。Hello， 这里是你们的可可呀。你们平常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炸糕？反正我是只吃过红豆的和白糖的，但据说金天红有一个绿豆馅儿，还挺好吃的。而且最近他们家把那个啥都卖的社区店开到了北边，那咱们今天一起去瞅瞅。就是这个红牌牌，哇，这好大呀，已经开始转起来了。对，先从碳水区开始。哦，这还能做煎饼呢，感觉咱们可能吃不下。这个是粘豆包吗？是分个卖还是成盒的？都是一样的味道吗？都是一样味道。那我们一样要一个。哎，有那个菜团子吗？想要菜团子。好的，您需要几个？一个就行。哦，这是点心，要不要尝一尝？可以。这个点心是一起的吗？哦，不是。那我们要不先把这个付了？谢谢。不用谢。哦，这点心，你想吃哪个？哦，那边还有，上面还有一些成包的。你好，要一个巧克力派。再要一个那个白皮酥，一个桂花，一个玫瑰，谢谢。然后就是这边炸货，对吗？哎，没有炸糕吗？哎呀，现在没有炸糕吗？炸糕这两天没有货，所以炸不了。这个最少装多少啊？一点都可以。这三个都要一点点，要点这个盐酥鸡吧，谢谢。这个你有感兴趣的吗？嗯，没有哎。我也是。然后就是凉菜，我看到了这个什么鱼，还有口水鸡，鱼和鸡，那我们就吃鸡。好，谢谢。你还想吃这个吗？哦，我想。我也有点想。现在只有这个吗？对，你要是只有这个，还有山楂糕。那我们要不搞一点？行。给你装多少？你说我就切。这些？嗯，这一点是吗？嗯，这点大概要半斤多了。哦，是挺重的，看起来。半斤多，七两。谢谢。他说有筷子，哪里有啊？哦，手套，多拿几个吧。我们俩辛辛苦苦打算去尝一下炸糕，结果买了一些有的没的，就是没炸糕。走去麦当劳蹭个位置。多少钱一位？27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买上炸糕，然后麦当劳也没地方。嗯，但是很稠，而且不是很甜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先吃什么呢？先吃炸货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还是热乎的耶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抽盲盒。太软了，藕盒，但是有点软，而且感觉面衣没有那么厚。它里面的肉还是挺瓷实的，但是藕不是很脆，然后外面的壳炸的也不是很脆。小姐，这儿也拍照了吗？还可以，肉馅还挺香的。口味好吃，但口感不行。不是一个合格的藕盒，我想把它给撕开，你知道吗？撕是不是有那感觉了？把这都倒上。哇，我最爱的甘梅地瓜条，先来一块。软的。嗯，这个也是软的。嗯，它甘梅味道还挺明显的，但这家炸货真的就是一个社区店，就是你买回去回家要加工的那种，用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应该很好吃。盐酥鸡，这个是软软的，嗯，但它鸡肉还挺大块的，每一个都是真材实料，就是口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吃，但也是软的，没啥味道好像。它是什么土豆？哦，咖喱，有一点点咖喱的味道，不太行。这样想想，它的炸糕如果不是刚出锅的，应该也不好吃。甘梅的味道真的很好吃，不行，我不想吃了。下一个吃啥？那个巧克力，那个不应该是饭后甜点吗？巧克力派，在叉子的借助下，这个巧克力派的味道很像小时候吃的巧克力，就它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很像小时候吃的，会比较甜，会比较甜。嗯，我觉得有点苦。我觉得很甜，比304的甜多了。奶油是动物奶油，就吃的手上有点脏。它奶油很好，很轻盈，蛋糕片也挺软乎的。唯一对我来说有点那啥，就是巧克力有点甜了，所以吃半个刚刚好。那我们吃点啥呢？吃个不那么甜的，吃个蒲公英，吃个蒲公英菜团子，好软啊！说明它的那个玉米面用的没有那么纯。对，我自己在家也做过鱼窝头嘛，其实在和面的时候是揉不成团的，真的就很软。它是一个发面馒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太多技
一点的，我下一次依旧不记得蒲云是什么味道。说实话，刚才吃了这几个品，我也没什么记忆点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更喜欢那种真正的菜团子，粗颗粒一点的。把咱们的口水鸡拆了吧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最惊喜的一段？我也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此行最好吃的一个东西了。这个好软和呀。哦，是我喜欢的。嗯，火锅底料的味道，肉很紧实，火锅底料只是沾了表面一层，所以它整体没有那么油。哇，万万没想到，我们本来是想去吃一顿主食大餐，万万没想到最好吃的是鸡。哦呦，烂掉了。好吃的，我想来口那个鸭鸭精了。来尝尝我们这个吧，它好结实啊。嗯，它外面这个皮好硬哦。那整体有点过甜，比上面巧克力派还甜。这整体挺好吃的，糯叽叽的，这是甜度和皮，我有点不能理解，这是啥的？红豆的，不会都这么甜吧？这就是红豆，还有红豆泥，还有枣。因为还有一些芸豆之类的，就这个皮有点感觉像是我们家的水饺，没有煮熟，不太美妙。这也是红豆吗？这个应该是芸豆的。这能发现那个不一个味儿吗？我也不想吃这个皮了。后面两个咱们还要拆吗？还有一个拆拆试试吧。哎，这是绿豆的，还有玉米，已经到了皮和馅可以直接分离的地步。哇，这应该是我吃过最难吃的粘豆包了。怎么样，要不拆一个这个？会花的，我有种会很甜的预感。我有种不想下口的想法。此行最好吃的就是它了，我不能理解它的皮，又厚又干，然后里面的馅儿吧，你这样肉眼的看，就能看到里面很多的那种糖精的感觉。现在我想说一句话，就金天红，你好好卖你的炸糕吧。来试试这个吧，凤糕、枣、糯米、芸豆，然后糯米，它的枣的含量没有很多。嗯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至少它这个米是黏糯的，但它的枣不够多。我戳的上面这一层跟枣接触最多的地方，感觉它枣味还可以。在我吃过的凤糕里面，算是中下吧。你要真的很想吃，然后刚好路过也能买。我来尝尝这底下不加那个啥的，不加就没什么味了。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还一，我想尝尝那个点心了，想被再一次伤害的倔强。这是玫瑰底，玫瑰底桂花的好吃，最起码它的那个玫瑰味会比它那个桂花味要，那个完全没出来桂花味儿。他如果不说，我甚至以为它是一个五仁的。它的这个皮比刚才那个要软，刚才那个巨硬无比，真的就是超级硬。我觉得是玫瑰的卖的比较好。然后那个桂花可能是陈货，是个扣税季雅雅景。所以今天总体吃下来，不建议你来了。它真的是一个很合格的社区店，但也仅仅只能做社区店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喽，下次咱们去吃点别的吧，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